来来来，看到一间头发店了。继上次来印度剪头发按摩，现在要来被巴头直接讲印度应该有那种传统的古法按摩。可以耶，真的？你要去日本 ？No， 台湾。台湾 ，OK， 台湾，台湾 ，Hong Kong。Thank you。我今天刚刚给你。I want a little.他还用他的肚子，真的，灵魂的床。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，他不是女的。你的肚子也不好吗？嗯。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记录了。请外国人吗？不请自来。马杀鸡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技术还不错，你那个刀好像没有摸得很利。就说你是第20500号的，他表面严肃，其实很想笑，要让你感受到他的专业。然后摔一摔，然后要开始摔了。我这种骑车的吗？对，骑车的，对，没错。他这个是以开锁的方式很舒服，果然每一个设计师有不一样的风格。超头的超头，疯狂超超超！哎呦，这个手法看起来不错耶。下次你就知道了，有人想来巴特就来找这一对了。除了人工之外，还有机器来辅助。太麻了，巴特很快。整个巴都麻了。哦。没电没电。他插电的啦。有没有那种很舒服的感觉？有。提摩基，你把贡别。他很摇头，他摇头就是好的意思。好，那比我们饭店的 SPA 还爽。
它这个价格可能不用三分之一吧。这个是有感的啦。哦，我又来喽。哎，它是旋转还是上下动？上下。我但是拍看起来像旋转，你知道吗？头皮屑都掉出来了。而且我现在头晕。没关系，他帮你疏通一下脑袋的。我是被他震到晕的。哦，是啊，这叫做疏通脑部神经。哦，好好紧张。到底有汗吗？对的，到底有汗。哇靠！哇，震完之后再压特别油，特别敏感是吗？你看好帅哦！看到没？他拿了一盒包什么东西？我刚刚蹭到那个头发，跑到衣服里面。对吗？哈很有节奏感。觉得他按的时候有照音乐节奏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别想太多了，我们刚才没看到他洗手，偷偷来想想。闻起来，偷偷来想想。没感觉，有洗的味道。有洗啊。没关系啊，来到这边就要入境随俗。哎呦，又抹一个。你已经够白了，把你越涂越白。哎，又有客人进来。薄荷口味，看你越来越帅。他们瘦脸方式是不是都这样子、啊？还帮你瘦脸，这个东西要牙膏、啊，两条，有牙膏的味道没有？有一点，黑人还白人。印度牙哦，有新的机器人，有在动吗？有，最近好专业哦，打蜡概念，对你，帮你保养，你看去角质，红色药水。脸上打蜡，别忘了你是第20500号使用者。我现在在讲话，太忙，我眼睛有点痒到。现在要等5分钟，脸超凉的，像涂芥末在上面。用去角质还有好几套程序，这样一套、两套、三套。然后现在整个脸很清爽干净，菜瓜布抹了好几次，很用力刷很干净，它那个按摩也非常的舒服，头皮按摩，只是敲得有点大力，蛮好玩的。等我的脸5分钟后再看它做什么，看下去。跑我眼睛里面，哎呦哎呦，冰镇的给你冰镇，超冰的。这个影片PO上去不得了了，没有人PO过用冰块来摸脸的。前面你。
根本是万用海绵，你知道吗？海绵没有加冰块，水里没有加冰块，冰的还蛮舒服。万用毛巾。你现在做最后的保养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硬。紧实你的肌肤。难怪印度人那么帅。皮肤又好，没有痘痘。我发现你的皮肤这样子看起来好，好漂亮。真的啊。真好。面膜。卫生纸。不是，是面膜。你要是一个礼拜可以做一次就冻龄，脸部冻龄。头还要冻。帮你洗头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头发不用吹干了。你自己摸你的皮肤到底有没有变色？有啊，黑色的那个角质都没了。So good。哦，还有它水是用矿泉水。对对对，不用别的水，瓶装水。还不错哦。好，我在下方再公布这边的地址，赞。他们这边不用把头发洗干了，因为太热了，一下子就干了。那个。冰块缩小的毛细孔，用冰块感觉还不错，很酷的体验，赞。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如果想要了解我更多的资讯，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追踪。那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下方按订阅。各位网友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